这一次哈。这次哈，对了，我的头要大一点。咔嚓咔嚓咔嚓。帮你们拍一下合照吧。哦，刘娟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太好了。嗯，因为它这边很漂亮啊。很漂亮。对，很漂亮。嗯，现在这个。要在哪个？我们出去，因为这边阳光会遮住，我们到外面。到外面，到前面的凉亭外。光线会比较不好。凉亭外就可以了。对，出去光线就比较好，拍出来人会更漂亮。长亭外，古道边。啊，刘娟是什么样的性质？是我女儿。啊，真个卡哇伊呢？对，是我女儿。太可爱了，好可爱哦！想说，个子高哎，不能跟个子高哎，嗯，好可爱。有模特儿的架势。她有男朋友吗？不是，我可是男孩的。你是她的男朋友吗？他是你的女朋友吗？不是。那怎么差那么多？不是。对。那我们站来吧，这边两边各拍一张。OK OK， 来。各拍一张，哈哈。好漂亮哦！哇，漂亮漂亮。厉害。好，再来一张。再来，换这边。左边拍完了，换右边。对对对。嗨嗨嗨嗨。这个真是难得的机会。是，好看，好看，再来一张哦。种这么漂亮的花，好好看哦。这绿色的拍出来，真的哇，与大自然结合在一块，太棒了。OK， 好 ，Good。刚才问了他们。